passengers, welcome to Taiwan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. 国境之门，桃园，位于台湾西北部，依山傍海，物产丰饶，人文荟萃，这些都是农、渔、牧发展出的深厚底蕴。除了基本农作，桃园也有不少远近驰名的特色农产品，像是桃园三号米、桃硬红茶、东方美人茶以及拉拉山水蜜桃。另外，以农业创造经济效益，带动观光产业，举办各式花卉节，缤纷色彩吸引各地民众蜂拥而至，让桃园开创出农业奇迹。新时代新思维，以丰富多元的厚实底蕴打造农渔牧业，同时导入科技智慧，不仅让务农变得轻松，也提升农作物品质、产量以及效益，让返乡青农从玄命中找到成就感。所以我们觉得桃园发展智慧农业是非常非常有机会的。以农为本，智慧转型，把家的根基守好，桃园会更好。